你想知 dat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读啲咩？睇呢条片就啱啦。数据科学系一个融合咗数学、统计学同 computer science 嘅学科，课程涵盖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数据分析所需要嘅数学、统计学理论、programming skills 以及演算法设计。数据科学所牵涉嘅领域广泛，最广为人知嘅有 AI 同 machine learning。另外，我哋都可以选择 big data、自然语言处理 NLP、图像处理 image processing 嘅主题。好似我都读过 AI 嘅 course。理解到它基本的概念和原理，还可以亲手砌一些 AI 模型，用我的电脑做简单的任务。我们可以利用 ChatGPT 去了解 AI 的运作。以上的知识对我日后的实习都很有帮助。数据科学的职业前景有很多，绝大多数的行业都对数据科学有热切需求，所以都有很多行业给我们选择。其中最热门的就是金融、银行和 IT 公司。好像我自己和部分的师兄师姐一样，现在都是一间金融机构做 IT 的 Management Trainee。想了解更多，快啲去課程網站睇下，同埋喺10月14號星期六，理科大資訊日揾我哋啦！